来宾。对，作为贵宾，终于今仔来参观阮台湾大湖顶个，我伫遮就感谢您哦，花一个时间来参观阮这个公司，来宾哦，恁就。一路走来，真的对于我们在地的所有的社团、所有的好朋友，真的非常的帮助非常的多了哈。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阳光好县长，来卓县长为我们勉励。好吧，家具董事长陈妈妈、郑皇兄。还有陈爸爸，我们田中镇的郑镇长，代表会谢主席，彰化县议会的萧议员，谢代表，陈代表，刘代表，邱代表，还有谢志祥谢代表，咱青山会陈会长，还有各位前会长，还有我们东港仁德各友会的会长、前会长。以及我们陈府的亲朋好友，还有我们郑董事长各位贵宾，各位乡亲，大家早安，大家好。好，谢谢。议员副使，万象更新。我们在2014年，也就是民国103年的元旦1月1号。共聚一堂，来庆祝宝发家具20周年扩大营业的庆典。我们是不是首先给宝发家具掌声表示恭喜？正方也是咱青商会真资深、真优秀的会长。宝发家具20年来，在地方上提供最好的家具品质、最好的顾客服务以及最温馨的接待，已经成为我们南彰化地区很重要而且是普遍受到欢迎的一个家具的产业。我们可以看到宝发20年有成，先例如走如花，而且呢，服务愈来愈好，当然呢，咱呢钱也会愈赚愈多啊，吼，就像我们的宝花一样，吼，宝叶俊花，接下来就是马年，吼，我们祝福宝花家具宝叶俊花，一马当先，马到成功，好不好？好。就是要带动经济的繁荣，产业的发展，让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宝发家具的服务就是让顾客有感的幸福，所以生意也愈走愈花，愈来愈好。我们地方上也是一样，我们在去年一年，102年，我们彰化县是成果很丰硕的一年。以田中地区来讲，我们投入了100亿的建设经费，包括我们高铁特定区的公共设施，还有我们的高铁田中站，在2月6号，去年的2月6号动工，12月23号上大梁，在明年104年就可以完工。这是咱农村长古以来的忙。咱田中人，咱彰化人，有甲联合进展，好唔好？好。而且我们要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也向中央争取到了38亿元的经费，我们要在我们田中地区开辟一条对外的连外交通道路，一直连接到附近的乡镇，连接到东西向快速道路的一座交流道，我一直甲乡亲报告哦。人若要健康会有外通，
地方要进步啊，都爱做交通。啊，过去吼，真侪大路来甲彰化县中央交通拢袂通。啊，咱一边拢甲拍好拍好无？好。啊，我们这个三十几年经过下来，可以打通我们田中地区的政府二脉，第一阶段通到园林的邻座交流道，接下来呢会继续延伸到彰化市，往南呢会延伸到二水接到国道三号，这整个的交通路网呢就完成。那我们彰化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快速道路台61线，我们也向中央争取到293亿的经费，已经完成了20公里，这是在西部的重要的交通动脉。彰化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湿地重划，原里的184公顷的湿地重划，在9月7号已经完成了啊，带动了整个地方的进步跟发展。现在大家都是智慧型手机，那别忘了 Google 上网。大家知道 Google 最大的资料中心，亚洲的第一个 data center 在哪里？大家知道吗？都是你在讲嘛，对不对？这个投资6亿美金。投资6亿美金，将来我们彰化呢会成为一个资讯云端产业的重镇啊。同时，我们彰化的铁路高架化可行性评估已经完成，我们园林的铁路高架化在103年度就会完成啊。安中嘛吼，三公尺节熊进博辖区，我们的中科市集啊已经开始招商。台湾现在进行的自由经济示范区，行政院江院长也正式合并，我们彰化会成为台湾第一个自由经济示范区的实体区。上海的韩正书记也派出代表来找我，将来我们彰化的彰滨自由经济示范区啊，会跟上海的示范区直接对接。我来台湾人、咱彰化人、甲上海人啊，合作做生意，来赚全世界钱，好不好？好。那在这个新年的开始呢，我们很高兴啊，看到我们开春的第一件大喜事了哈，就是我们宝花家具扩大营业，我们祝福宝花家具鸿图大展，志进斗金啊，宝业俊发，马到成功啊，马叫好，咱各位贵宾新年快乐，吉祥如意，大家呢，比新的一年都能够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宝花的哈，感谢县长。那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田中镇的大家长，我们的郑俊雄郑镇长来为我们祝福勉励，掌声欢迎。好，我们敬爱的陈爸爸、陈妈妈、陈董事长，行政总，还有我们的罗国田卓县长，我们的县委县主席，我们的肖议员、洪议员，好，我们各位代表，这里师大，我们所有的庆昌伙伴。我们的市委会所有的首席，还有我们所有的会修，还有我们所有进来的亲友，还有所有的乡亲，大家早安，大家好。好。非常高兴，昨天刚好我们跨年了，这个甲的年代，所以说一个新时代又诞生了，特别高兴我们的陈董事长今天会选这么一个好日子，我们宝花家具。从我们城中有陈康利，就是咱这啦，伊较伊是本身，也是这个技术队，妈妈咧是兼经营，就是管理要员，所以说从他们一开始在经营宝花家具的过程，可以说都很用心，获得地方上的肯定。当我们郑王还有少轩两个人接棒，我看看啦，你看不止到印尼，到中国大陆。可以说每个地方都有他们的触角，他们的用心经营秉持的就是信用好、品质好、价值公道，所以说获得所有客户的肯定。今天能在回归到田中扩大经营，我刚才看到从一楼上去到二楼，我看到的所有的家具都是原木的，这个原木讲的就是实在，讲的就是品质好，讲的呢就是经得起考验。我们希望我们的宝花家具能成为我们田中的佼佼者、领先者、带动者，让我们的田中的未来的发展也能因此有更好的一个新的契机。所以说，在这边代表田中镇所有的镇民，恭喜我们的宝花。
华家具，祝他业绩长虹，祝他人大水马龙让他的生意更加的兴旺，就好像宝花家具一样这个宝贝永远一直发达下去。在这边也感谢所有贵宾你们的莅临，让我们今天这个会场感觉的红利生辉，也因为有各位的莅临，我相信未来的生意绝对会兴旺的。感谢大家莅临，也让我们共同祝福我们田中有一个新的未来，好的未来。感谢大家，祝大家，谢谢。好，我们谢谢我们现场的各位莅临。也祝福我们陈董事长加油再加油，也祝你们
保大长方，也祝陈爸爸、陈妈妈身体健康，祝现场的每一位大家事业亨通、心想事成，新年快乐！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议员吴振华的董事长来为我们致欢迎的感谢词。在我要致感谢词之前哈，首先我来邀请哈我们宝发家具哈里面最辛苦的幕后工程，就是我们印尼海外部的董事长，我们李董事长哈上台哈来为我们讲话，他都在印尼默默的为我们付出。今天宝发有这么多的产品，都是因为我们李董事长在印尼的付出，今天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成果。感谢各位对印尼的介绍哦，我拢了解现在什么样。我多谢大家参加，今仔日这不是我的工作，是你答应我机会，我买物件，我今仔有这成果。哦，包括我当安尼，包括所有的公司团队，大家真合作，即我当安尼。所以物件做出来就是，那个嘛，不要精装，也要一双。家具哦，我这里面包装，我拢无喷洒，哦，无喷洒，原装原色就遮水，哦，所以内底我的家具就是品质保证，是不是？啊，底料你就知，哦，啊，所以讲哦，我的物件做出来就是真材实料，哦，啊，所以今日我都发展到咱就是个良心团队，啊，所以我有遮人个的机会，我就我都扩大影响。啊，请各大家多多支持，好，谢谢，感谢。好，谢谢。那是不是就由我们振华来跟大家致感谢词了哈？来，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刚才李会长，还有我们吴议员，还有来自于我各个社团的好朋友，